它可能是红开的呀。它为什么会这么慢呢？刷的慢还是开的问题？哦，看它是不是 F6 开的。他要来打吗？大哥，你看一下它的属性可以吗？他上个版本也不是55攻击力呀，你这个55攻击力是哪来的呀？他是45攻，然后15穿15 KD。那你还觉得收益低？那没办法了。我为什么不出他？不是因为我之前的力也不行，是因为版本改了。现在版本改了，知道吗？小符文没有那个双抗了，改成生命值了。
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他是必死的。 因为你就算惩戒了也没有用。 螳螂这英雄，他本身惩戒你三个惩戒，他不会加快你多少，一秒两秒的。而且你下一组野怪刷新，你打的快那两秒，那你就多等两秒。 Spree.
destroyed a turret. He was here.嗯，我要刷了呀。他为什么还敢带人？我直接续好了。
我也想知道武器什么打法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他不就是简单的玩玩那个莫名其妙的英雄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奇效吗？哎，我被他看到了。哎，我感觉好垃圾啊，还是之前那样出吧。我上半区可能被反光了。没有吗？我操，什么伤害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我肯定吃他野区，他们吃完了都。直播现在这皎月会不会带？气不气？怎么不追了？追他呀！开。